披上我心爱的小毛驴，哎，永远不会离开它。新的关卡，春光乍泄，两天后我们再见。什么叫两天后我们再见？两天后我们再玩这关卡，春光乍泄。那人家说再玩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说再见呢？就是两，就再见面的意思啊。你这说的有点别扭。快想想选啥植物吧。我之前看他们选了一个，一个那个保龄泡泡的植物，我准备买一个保龄泡泡升级，忘了。这一关只有这个标志。不管那啥标志，从这来一把。这个是别人的选的这个呢，我还有经验有。那你还没种植物呢。这个无敌的厚重啊。学习一下，这个来学习一下吧。这没人你种啥？你完全被别人了。想个套路不行，如果你想个套路啊，下关就开始用你这个套路打了，赶紧想好啊！我这还有啥套路？赶紧想好你的那个。还就十了，哇，才100了，完全免要你。530万，我还没抵御他。没事。哎，啥呀？吞噬杯，我记得它叫吞噬杯。就生了一个植物，哎。生一个吗？想好套路没有，组合快。有。那咋打？你说咋打？你说咋打？按照他那个厉害的。还刚来那个？
他厉害刚才是哪一个呀？我说他这个进度条厉害的啊，用这厉害的是标志厉害的。我知道我知道这厉害的是啥呀，是这个标志吗？看哪个是这个标志的。从第一个开始找啊，找这个，找这个厉害，这个能给他整了。这是冰那啥世界的，还都敢玩，这也是，这能给他吃了。你这都不攻击的，你这不扯、啊、他能给他馋了，他都不攻击。你选这隔啥的植物，那我不知道啥组合。这吸铁石，吸铁石能吸了他了，能打他。这洋葱能熏他，都是选手。闻到啊，让你选你选不出来。闻到我估计不行，选这个扎他，挡住他，这个不要。再缺一个狗尾草，再缺一个泡泡糖啊，还南瓜呀。泡泡糖，点泡泡糖，泡泡糖就泡泡糖，看看这个组合效果如何，让我们代目一试吧。来，先等一会儿钟。下吧。先把这个泡泡糖换成南瓜。换南瓜，那攻击的不都一样的吗？有啥用吗？这个上手，你咋不用这个？等一会儿人多了就多了就嘛。Thank you.
这套路不行，接着换。最强王者，你想一个。南瓜。你就知道选南瓜。待会雷我了。又输了，吃席了。谁把吃狗水运了？哎呀，这把就是。啥厉害呀？哎，这回你对战的是一个起脑子。哎，刚才对方选的是啥呀？这个是啥里的植物啊？那我看到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刚刚对方先选了你冰冻西瓜和魅惑菇。冰冻西瓜、魅惑菇。嗯。冰冻西瓜，冰冻西瓜有啥用啊？没用啊。那我们选冰冻西瓜，我们选个炸弹。冰冻西瓜太阳太贵了吧？这个炸弹不要了。对呀、啊，有点贵呀、啊，我看那。我们再换一个炸弹，这三个去掉一个植物，去哪一个？你说去哪一个？啊？不知道。这三个你选一个，猫尾草、这个大力生菜跟这个泡泡糖去掉一个。大力生菜。我的土豆地雷哪去了？是原始的吗？嗯，转大，看看什么效果。哎，我全中地雷不中啊。地雷会崩出来好多的，就跟崩粑粑一样，崩僵尸嘴里去啊！哎，你刚上一把先中太阳的为什么崩了？嗯，上来就来飞人。地雷等于现在像一个地雷呢，吹上一根地雷呢，完全地雷打的呀。但是这么应该是这么四环。过来了，你看看这个人。你说选西瓜，对，就是魅惑菇啊。不行。哎呀，太大了。还有这地雷呀、啊！
都怨你。你怨我是干啥？西瓜选错了。那你选麦克风啊？坑人的西瓜，六个糖果没得着。再想一个套路，刚才的想不出来套路了呀。猫尾草，我这人选猫尾草啊。这西瓜给钱的不要了。魅惑姑，魅惑姑哪去了？魅惑姑呢？等，啊，时间是不是太慢了呀？地雷，没有好植物。西瓜不中用。换魅惑姑。这个好，这个植物好。哎，地震都是一个魅惑姑，它每个人选的植物都不一样啊。
这个那啥没有，选一个原始豌豆。咋又给你出西瓜呀？咋回事呢？再选一个啥呀？再选一个粑粑。这个厉害吧？这个你确定？能给它吸下去，试一把。试一把，可是这样感觉更不行了。不行就赖你，反正。为啥赖我呀？是你自己选。你出的馊主意。火爆辣椒和那个原始土豆进来。咱就要花生豆。那个呀。选那个。那要榴莲还是要那个？知道。要这个是要榴莲。这个生命比较强。这个。这种哪个？种他老家的。从他老家，那他这个江西人，从这竹子后面。从这后面。嗯。从这。嗯。哎，没选吹风的，看看吹风。你叫没选吹风的吗？这个植物也有点像檀。是吧？兔子糖。嗯。它陷下去了，它陷到潭里面去了。完了，拽
冲过来了，直接这都打不死，太惨了，快快快，选了什么模样的？为什么给我一下？给我一下，我的出发点。这都打不死我吗？声音也太小了。这样的可还不行？我姐姐。这个然后选啥呀，这一点然后再选个啥呀，不知道，还有三个位置，爆炸坚果，爆炸坚果有用吗？说不定它崩了呢，选个啥位置，选点不一样，选个爆炸坚果。哎，咱姐在这找别的。刚这效果。别骗人啊，这是最后一把。这个风得追踪它的位置。你这幽木头手挺厉害的。他的幽木头手。对。幽木投手加月光花的组合，更难好像。哎，这也不行啊！那没招了，那就没招了，这都不行，那是有啥招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被封号了？这都不行。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抓住他！哎呀，哎，你可以冲过他！啥呀？又过来了！这高不高啊？
点写字。Thank you.